炸就行了，炸就。这大骨头，就是这大米饭加点蔬菜配着，我操，是真不错啊！开火了，开了呀，开火了，边炖边烂呗。等会儿那汤再给拉一次。刚才给煮宽面，是吧？嗯。酸甜瓜，好劲儿烫。嗯，烫劲儿烫。烫正常的呀。我就买个再大点的锅。装的更多一些，是不是？嗯，扒鸡嘴香的嘛，你不喜欢我就不扒了。很多人觉得吃饭扒鸡特别香，看着饿想吃，你知道吧？嗯，给你们看看，兄弟们，给你们瞅瞅啊。好吧，看呗，嘎嘎吧。用小精灵你好，我操，今天都去看比赛去了嘛，最后一场决赛了，估计大家都在那等着看是吧。金二你好，那、啊、我们家暴雨不看，暴雨说我玩玩的游戏跟我屁关系。香啊，太香了。有机会你们要吃到我做的饭，你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真的。之前在八六叔家做那酸菜鱼是吧，好香了是吧。嗯，而且那次都用前鱼做的，没有刺的是吧。嗯，我看后来就两发火箭嘛，我看后果。那不会，要求你饿吗？关怪兽，小汪汪兄弟好，打完了吗，兄弟们？快点打完吧，打完了，我这儿就有人气了。这个真香吗？回头你来了给你做。打完了吗？比赛大 F， 小东先生你好。香到爆的料，真的太香了，七里香来了。猪大骨兄弟，猪大骨嘎嘎像猪筒骨的叫做。嗯，妈的吸不出来呀，我操。拿筷子筒。骨头怎么炖的，就是香叶葱嘛，香叶八角生姜，然后加那个什么的花椒什么的，加点盐就可以了。这个东西炖的简单好吧，不需要啥。嘎嘎简单但好吃，其实灵魂在于你的蘸碟，知道吧？你蘸碟好吃，它就好吃；蘸碟不好吃，它就不好吃。真的，主要是我调蘸碟调的香，你知道吧，兄弟？我操，太棒了！这他喵的，而今天我这个蘸料，我加了一点点醋进去，刚好有一点点酸味，但是又吃着又不像是酸味，是吧？嗯。加一点点糖，提味儿提的特别重。达西兄弟也好，来了呀，达西。来说两口，达西。L E 兄弟好。嗯，太棒了，真的。舒服呀，太爽了，真的。啊，我去发个朋友圈吧，很喵的。发个朋友圈去。他们才知道我在干嘛，是不是？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得嘞，吃一口自夸十句嘛。大师真好吃呀，阿瑞呀，嘎嘎香。我每天做的菜我都觉得好吃。今天吃的猪大骨啊，心里想，你看呗，猪筒骨。你喝酒了没喝嘛，七里香啊，七里香小姐姐，你喝酒了没喝？我今天都没喝酒，欢迎520啊！
等会儿到了晚点了，有人想让我喝那我就喝点，没人想让我喝那我就不喝了。欢迎那个 4AM 你好，欢迎那个小诺兄弟来喽，晚好呀。你要给我报销食材费吗大脚萝莉啊兄弟，你要给我报销我就给你挨个报个账。其实肉我告诉你啊，炖的再烂一点会更爽一些是吧，嗯，时间够给它炖个一个半小时，就炖到那种肉跟骨头之间有点带分离的那种感觉是吧，对，那种才香，真的给他们炖点猪蹄来吃也可以，真的是吧，猪蹄清炖应该也可以吧，应该也不错，给他们整两头猪蹄回来试试兄弟们，好吧。天天吃这些东西吃完了吧，你又第二天都不想吃，但是你没吃吧，你明儿你吃饭煮好了吧，你又想吃了，哎，得了，开个小火吧，再开大火那会儿没了。小吴你好，谢谢七里香，关我本身啊。没热不热？啊？没热不热？一丢丢。要不要开空调？想开就开啊，随便你啊。那你第一次想开空调啊，太好了。嗯。八六叔叔早就想开了，是吧？对，我等半天。一直照顾我是吗？你热呀？热。好，开吧。关一下。等一下。把那窗户。把厨房的门关了呗。嗯。这样吧，那就够了。深夜放毒吧，那必须的呀，兄弟，不放毒，你们吃的也不尽兴，看的也不尽兴呀，对不对？越放毒越爽啊，兄弟！你还没看见我吃什么鸡尾虾的时候，那阵做那干爆鸡尾虾，那更爽，兄弟，好吧？确实。那阵那干爆鸡尾虾老好吃了，我操，又辣又香。改天再做一次吧。欢迎梅梅。那鸡尾虾属于是海里的还属于是河里的呀？八八六，两个都行，两个都有是吧？嗯。鸡尾虾不是说不能吃海里的吗？现在，说现在海里的东西尽量少吃的吧。嗯。要不你再买一个那个？不过有一说一啊，这边的海鲜是真的很便宜，兄弟们，巨便宜。就是海鲜比你平时吃肉会便宜一些，我觉得。宝儿来了，欢迎齐，欢迎齐宇，欢迎泽宇啊！比牛肉便宜，嗯，比牛肉便宜，嗯。卖海鲜比牛羊肉都便宜，可能这边的人不太会做那些菜，你知道吧？那边几乎都没有什么烧菜那种的，我们那边就有什么。红烧的呀，干锅呀，这些他们家干锅都比较少，一般就吃粉啊，吃粥呀，串儿呀什么的，串儿都比较少，烧烤居多，特别多烧烤。谢浩南哥，欢迎头真的好痛呀。嗯，突然中发嘎嘎响。嗯，对，广西有狗肉，你知道吧？这边很多吃狗肉的，就是那种什么黄金脆皮狗肉，知道吧？而且价格不贵，但是我不知道狗肉怎么做来好吃，说实话，就是我也搞过一次了，但是我感觉搞出来的味道吧，就是总感觉味儿哪里不对。嗯，它狗肉烧出来总觉得哪里不对味儿，你知道吧？我就是红烧的呀。嗯，现在没在四川，在外面。他那个肉感觉就是烧出来吧，始终欠缺点啥东西，你知道吧？我胖不了，兄弟。
吃出来就感觉，你说香味吧，又有香味，你要说吃着吧，它就是吃着啥股啥味是吧？对，就是感觉啥事儿啥。然后我香料也放的特别重了呀，就是我觉得已经够味了，你知道吧？香料放了呀，放了好多十三香，放了之后，十多串的意思。旁边是水友啊，一个八六叔叔，一个九哥，一个河南的，一个贵州的，这样。幺九八你好，欢迎老狗吃兄弟。回头我再研究一下，回头啥时候再做一次，干喵的。因为那肉挺便宜的，30多一斤吧，好像这样。八六是哪儿都有家，郑志乐你好呀，欢迎烧白的小草。哎，比赛打完了没啊，兄弟们？打完了吗？啊，兄弟们 ，WWX 你好 ，WWY。香肯定香，不用了，我就炖的纯肉，已经属于是好吃到心坎上了，沙巴的叔叔，嗯，我说已经好吃到心坎上了，嗯，九哥都没说话了，嗯，九哥在框框炫的。LZZ 你好，但我都饱了，我感觉有辣椒啊，每个人碗里都有一个蘸碟啊，肯定有辣椒啊，兄弟，没辣椒这吃的就不好吃了呀，哥们。这种东西确实好满足，我说实话，对吧？嗯，嘎嘎满足。欢迎那个真爱一生呐，小号兄弟来了，我饱了，我感觉，真的。你吃米饭吗？嗯，怪的。感觉已经饱了，再把这碗米饭炫了，我感觉我都差不多了。我今天就结束了，兄弟们，太他喵快了。带带我呗，我嘎嘎能做任务比大肺狂吗？我咋带你啊，你也是个主播的嘛，你好好播呗。小太郎好呀，但是我的直播风格跟你们的风格不一样，你知道吧？我直播是真心的，就是让这帮兄弟觉得开心而去消费的，你知道吧？就是你们是通过接活去赚钱，我是不接活的，真的。你看我每天往那一坐，是不是？你不播跟我播段时间，你给我直播间接任务呗。你好好播你自己的吧，郑志乐。我觉得你好好播挺好的，真的。我这种直播方式又不稳定，说实话。咱俩都是主播，你跟着我干嘛呀？对吧？我挣不了啥钱。他天天播白天的，他是播那个什么的，你播不起来嘛？慢慢来嘛，你不要急嘛，对不对？慢慢来，别着急，真的。你不要往大飞那个路线去走啊，往大飞那个路线走会坏掉的，真的。就是你可能拥有很多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调戏你的，他不会说愿意来了我支持你，给你刷飞机刷火箭或怎样，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大飞那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说实话。嗯，我知道，我看过你直播，我有时候中午的时候会看你，看看你在干嘛，怎么样的。我看你在搞什么徒步啥的，对吧？挺好的呀。我像我这种都没节目，真的，我活着完全靠这张嘴，说实话，就这张嘴活着。有节目我人气肯定特别高，这样。你只是能接活，但是不是他那种直播嘛？哦，我明白了，就啥活都能接，就是大家能给你刷钱就行，是吧？懂了，明白了。别佩服我呀，佩服我干嘛呀？大家都一起直播的，对吧？都好兄弟，好好做呗。大家是同事。嗯，大家都同事呀。我现在都在回归直播，回归了3个月，这样都在慢慢来。我都不知道我每天能不能吃得饱，说实话，每天都这帮兄弟偶尔支持我一下，这样知道吧？感觉很赖嘛，这样嘛，对，没关系，有机会的时候咱们合作吧，好吧？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跟我发个私信嘛，可以留个 V 给我，有机会咱们可以合作一块做节目啥的，这没啥毛病。ZI 你好，146号。嗯，今天吃的大骨头，兄弟，小太郎，
今天在大埔都嘎嘎香，加在暂地，你知道吧？好吃的皮包，因为九哥，嗯，真的嘎嘎香，已经够味了，就是不需要太辣了，你知道吧？就是它这也是清淡的，对吧？但就是把骨髓的味道给它压榨出来，压榨出来用那骨髓加上这种辣碟子蘸上一块吃，嘎嘎香。淮南狂热兄弟，嗯，你私信的跟我说就行啊，私信跟我说一声就行，小问题。到时候有机会一块做节目吧，可以算火锅吗？对，可以算火锅。你发我了吗？好，我加你吧，我加你，我马上加你。这哥们儿也是个主播，我看他白天天天都在直播。但是可能他可能觉得自己做的也挺多的，但是为啥就起不来怎么样的，知道吧？我也起不来，但是我直播间就是有人有人看，这样就属于这种感觉。没收到你私信呀，兄弟，没有啊，没有你私信呀，你没发私信给我呀，没有你的私信呀，没收到你私信呀，你不是发错了呀？欢迎那个曹谦，你好 ，Case 兄弟好呀。我这种主播一般干不下来，真的，我这种完全纯靠嘴的，说实话。667311是啥呀？是你的 V 吗？我看看啊。是叫安好吗？哦，你的 V 啊，我操，你 V 这么短的吗？我加你啊，我头像是一个鸭子，对，头像是一个鸭子，嗯，头像是一个黄色的鸭子，你看吧，我加你了。盒饭你好，你那天遇到一个四川少数民族的女孩子，好像凉山那边的嘛，然后呢就喝酒特能喝，是不是 ？SSEC 兄弟好，欢迎风之雨啊。凉山离我们那儿还是挺远的，我都没去过。没去过，少数民族喝酒太厉害了，不敢去。你不喝的话，别人会觉得不开心，知道吧？他们那边就属于是我给你倒酒了，你就得喝。就是你喝吐了、喝醉了没关系，就是不会说嫌弃你。你要不喝，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尊重人，知道吧？很多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这样，挺神奇的，搞不太懂。奥利奥你好呀，你也炫饱了？不会吧，我顶多再吃一块吧，接着炫吧。这大骨头买的不多，我先就买了五斤多吧，这样五斤多应该是挺远的吧。嗯，他们那儿讲话跟我们都不一样，知道吧？没毛病，没毛病啊，正直乐。为啥这帮主播都特别喜欢跟我一块做节目呢？阿闷你好，我告诉你，正直的，就是你，但他很会吃辣吗？你都吃不了吗？对对对对对，他们那儿能吃辣，就是说你。真心实意的去对一个人好，然后别人也会对你好，知道吧？我就这样的，就是我对我直播间的这帮兄弟也好，都是真心对他们，就是他们也，就是更愿意支持我，知道吧？就这么回事。巴克你好，可能这就是我的直播经验吧。好像也没别的是吧，巴黎叔叔，有吗？嗯，是，好好播呗，慢慢来呗。谢谢巴克。少数民族的人都长挺不错的呀，真的吗？不是，是每个地方都有漂亮的，也有不漂亮的，因人而异，这东西真的因人而异。每个地方都有漂亮的，每个地方都有长得矬的，就像我这种就属于长得比较矬的，对吧？我拉低了整个四川的 GDP， 那个颜值 GDP。野战你好，
这些大骨头汤，我说涮饱了，涮两根蔬菜，把那碗米饭涮了，不浪费。年少谢谢，英雄联盟比赛打完了吗，兄弟们？打完没打完呢？不会还在打吧？我的饭都吃完了。这菜吃着真舒服呀，你觉得呢？挺舒服的，真挺舒服的。哎，不错，说实话，但是天天这么吃就不好吃了。哎，不要刷屏啊，这刷屏360了呀，兄弟。啊，耶耶来了，好。今天还是12点整起来嘛？好的，鲍鱼，你说了算。你开心就行，问题不大。鲍鱼，你开始玩游戏了是不是？我准备开始聊天了，这吃也吃饱了呀。哎，鲍鱼爹大气啊，对，鲍鱼爹大气。谢谢叶叶，感谢荧光棒啊。叶叶，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呢？是开始工作了吗，还是怎么着呀？我最近都没怎么见到你啊，早就开始了吗？可以，我也差不多开始聊天。鲍鱼玩的啥呀？你带我带他上分吗？你上个勾吧，你上。鲍鱼玩的啥？哎呀，哎呀，幺幺，达西兄弟 ，Hello， 我不知道你在直播间，你在干嘛呢？小太郎兄弟，现在打算接着玩的呗，还找工作呢？你玩的单机吗？你玩的抱怨，你玩你的啊，别管他，别搭理他，你在默默的观看呢。你是不是最近工作了呀？那个爷爷，你是开始上班了吗？现在我最近都没见到你，你知道吧？边工作边玩吗？那可以。我今晚吃的炖的大骨头，兄弟，大骨头汤。欢迎那个大苹果77号，你好啊，轮二来了。要干嘛？我不要了，少喝点饮料，这糖尿病喝多了。我还是抽烟吧，抽烟好。2031你好兄弟，欢迎刚哥呀。达西兄弟，你多点睡觉呀，开始吹牛逼了哟。峰哥呀，这谁呀呀，哪个老小子的呀？啊，多久没见到你了呀，峰哥，当初在我这吃牛蛙，老王做辣的做辣的做辣的，我吃辣随便吃，真的，他是江西的。然后我给他做了魔鬼辣的牛蛙，老王呀，这牛蛙真好吃呀！我操，我说辣不辣呀？峰哥说不辣，一点都不辣。这个汗就从这儿流着，你知道吧？峰哥回头来找我，我请你吃饭啊！好久没见过你了，峰哥，今年怎么样了呀？你之前的妹子还在处没处啊？之前他处了个妹子，处了个对象。那妹子长得好漂亮啊，她喵的，真的漂亮，说实话。现在妹子咋样了呀？还跟你在一块儿没啊，峰哥？走不开吗？现在哦，最近要暑假了，搞夏令营是吧？我知道，你先搞吧。最近挣钱了没？我想问这个。老小子，小屁孩你好。我直播间好多水友来我这儿吃过饭啊，我发现，正儿八经的呀。我没有纹身，兄弟，没有纹身，赚钱不可能赚钱的呀，钱得赚，峰哥该赚得赚。峰哥长得又高又壮，有一说一，峰哥挺帅的，说实话，真的。峰哥最早来找我的时候，带了个小姐姐过来，那个小姐姐也挺高的，对吧？大长腿。其实你去年哦，前年就是前年还大前年出的那个妹子，我觉得那妹子很漂亮，真的。你要跟那妹子在一块结个婚，我就挺幸福的，说实话。不要去纹，肯定后悔嘛。纹身纹了就一辈子的事情啊。纹身可以洗，但是洗了之后呢，它会手上留下疤痕，这样知道吧？但是建议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去纹身。但是纹身不一定代表是坏人啊。纹身不一定代表是坏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艺术，你知道吧？
就是纹的好看呢，确实是挺好看的，这个看你自己知道吧，就是你愿意呢也可以纹。像小钟跟他对象对吧，小钟他对象，他对象脖子上纹了一个月亮，小钟的脖子上纹了个太阳，就是情侣纹身。现在都两人都准备结婚了，这样都处了好多年了。嗯，对，不要跟风，你看着可能你一时冲动的话没必要，真的想好了再搞这个事情。而且纹身挺贵的，说实话真不便宜，一个纹身贵点的起码上万，有的几万块钱，就是纹那种艺术，特别艺术的那种图像啊，特别贵。而且你纹了之后身上会脱皮，连续脱好几天，好多天的皮全部给它退成个新皮肤，退完了之后那个纹身才会显露出来。这样他们说用鸽子血去纹身，纹了之后好像那个就是你预热了你的纹身才会露出来是吧，就是你身体发热才会显现，不发热的时候是没有的。我不知道这真的还是假的呀，就是电视剧里看到的。你像那会儿最早那前两年不是搞那个扫黑的时候嘛，王哥不是有纹身吗？王哥说老王我连门都不敢出，等会儿出去给我带走了。那是传闻吗？那种如果真的有那种的话好牛逼啊，我感觉就是你达到一定的温度，身体的温度达到40度还多度，然后它才会显现纹身这样。哎，张起灵那个不一样嘛，好不好，那是电视剧的嘛兄弟。不过有一说一，盗墓笔记是真的好看，你看过没啊？我操，你跟洗脸一样啊。就我演员没看过电视剧。纯鸽子血没用，那要配方的嘛。哦，怎么着，九哥吃的满头大汗就跟洗澡一样，你知道吗？小丑鱼你好，最近估计丘比特应该会来我直播间，这个月吧，然后月底估计降臣会从英国回来，回来了估计也会来我这儿吃饭这样。哎呀，又要接待水友了兄弟们，真不错呀，就是说来了就嘎水友。兄弟，今儿事情还没过呢，还差两火箭呢。JGOST 你好，欢迎白羊兄弟，欢迎梅丽奥斯达你好，欢迎那个改名啊104兄弟好，马上12点了，一会儿帮忙顶顶任务呀兄弟们。当我水友美滋滋嘛，但是当我水友都是他们给我刷礼物嘛，有时候就来找我玩呗，挺好的呀，带来一点节目效果嘛，这样。也没有什么节目效果，就是大家一块吃呀喝呀吹牛逼，这样到了晚上吃完了他们也不会打扰我，就是他们自己玩自己的，完了我就坐这吹我牛逼收我礼物这样。人那个是个主播619，他是个主播知道吧，他不是想跟我合作嘛这样，但是我这种家里摆烂的轮椅主播也没啥好合作的，说实话除非有机会哪天就做户外，做户外了吧，可能说有机会这样。主播咋了，连主播都哥太不当人了吧，我操。我个人一般不哥主播礼物的，我一般都是哥水友礼物这样。主播刷礼物感觉有点亏你知道吧，因为大家都是主播对吧，而且人家挣的又不多这样，你要是挣的多的话可以框框哥，挣的太少了下不去那身知道吧，他才刚开直播没多久的那种。欢迎小兵啊，你加油做呗，正直了好好播就行了，真的有机会的，你别想着能起来。现在斗鱼的状况我告诉你啊，就是能挣钱就行了。他们不上班吗？要上班，最近闲知道吧，就是说你自己能挣钱就可以了这样。嗯，好的，正直了，能挣钱就可以了，你不要想着做大，因为现在斗鱼整个斗鱼的人流量也就说白了固定了，就是这一批粉丝他可能固定看个主播，他就看那个主播，他不会因为说其他的主播而晃动自己，或者说我去撼动了啊，跑别人直播间去看，一般不会的。像我直播间每天就这么一批人，偶尔会来一些新的，但比较少，因为现在斗鱼流量比较少知道吧，所以说你好好做呗，好好做也许可能能起飞吧。这样想起飞在这个平台肯定是不可能的，斗鱼这个平台也就说白了你可以混口饭吃这样，你想发财那不可能，你可以如果其他平台的话倒是可以知道吧。你加工会了吗？签约了吗？正直乐今天吃的啥？今天吃的那个猪大骨呀，猪筒骨吃完了，
测完了，现在坐这吹牛逼呢，给你看看，全部炫光，可以吧？还有蔬菜，没了，多棒呀！我操，光盘行动呀！隔壁家的猫你好，欢迎那个私家当水友兄弟你好呀 ，CP 九来喽兄弟，哎，英雄联盟比赛打完了没啊，兄弟们？你喝点药吧，喝点那个，喝点那个糖浆，酒上给你买的，多喝两口应该就好了。你咳挺久了，我发现，真的。还 DOM 兄弟，毁灭来了。一晚上就咳到这一身，我咳口痰，你就开始又让我吃药。你那个是没好完全，康复了是不会咳的，对对对，真的。吃药好的快一些嘛。潘金莲，今儿送火箭吧，潘金莲啊，又来了是吧？老王，我给你送火箭呗，我给你送飞机呗，逼懒子。我看看比赛打成什么样了，他喵的，我去瞅瞅，我去看一眼去。九少会买的是带毒的呀？那不会，他已经喝过了，没啥问题，好吧？有个勾巴的毒一天的，那九少是正经人，好吧？我看看英雄联盟打的怎么样了呀？我瞅一眼啊。英雄联盟冠军赛。哎，只有这个什么 GG 和 C9 的呀比赛啊，别的没有啊。你们在哪儿看到那个 GBG 的呀？我咋没看到呢？我就看到 C9 跟 GG 在打比赛啊，2.5万的贵宾，没多少人，人少了好多了。慢性的呀，感谢雨后绿光，谢谢，欢迎红尘兄弟啊。D1 宣言好，还有10分钟，又开启新的一天，兄弟们，希望今天嗖嗖嗖把四星过去，然后静静的陪你们聊一晚上，然后下播，好吧？他喵的！我觉得我每天到12点的时候，我嘎嘎兴奋，他妈的要开始收割了。鱼儿你好，欢迎黑鱼啊，兄弟！荣耀星云你好，兄弟！我不胖呀，我依旧就这样，哪儿胖了呀？不胖呀，我挺瘦的呀，我现在都在140斤，138吧。最近这两天吃的没那么多，就是之前吃的多一些，长了一点点肉吧。最近可能3个月长了应该有10多斤吧，差不多10多斤，还是挺猛的呀，是吧，刘叔叔？嗯，真的，我3个月长了10多斤，我都怕我哪天妈发飙了，狂吃狂胖，万一长到178我就废了呀。没有，长200多斤就废。长200多斤就废了呀？哦，178还没废是吧？你这身高还能撑得住？还能撑得住吗？欢迎西巴尔你好呀 ，MP 兄弟好呀。我觉得我如果长到180斤，我感觉我铁定废了，真的，100%废。句句好像就是180的身高，180的体重这样。3多岁了，没必要太在意啊，放屁！老王，我刷火箭呢，我谢谢你啊，哥们儿。你看我发朋友圈在吃肉吗？那必须吃肉啊，兄弟。在我这儿每天必定有肉，好吧，没肉有啥意思呢，对不对？一天不吃肉天天浑身难受，知道吧？肉得吃，生活得继续嘛，对不对？欢迎孙耀川打奶奶。但是肉不能天天吃，说实话，你们自个儿搁家里吃，其实吃清淡的其实挺好的，说实话，偶尔或一天隔一天吃一次肉，我觉得挺好的。天天吃肉，我觉得不太行，因为那东西吃了之后，你不容易长肥。像我这种可能没办法，肥不了。红肉不能多吃了吗？红肉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做红肉啊？猪肉是吧？红肉跟白肉啥区别啊？这啥意思呀？没听过。明哥你好，啥叫做红肉白肉啊，小可爱？欢迎那个改名中奖啊，兄弟好。红肉胆固醇高吗？啥叫做红肉啊？表弟最近起飞了吗？真的假的呀？谁告你的呀？表弟最近又挣钱了吗？真的假的呀？你咋知道呢？我看他视频最近好像也就那样啊，没起飞呀。啊，红肉就代表是猪肉是吧？哦，怎么着？你哪儿又看到他起飞了呀，兄弟？我咋没注意呢？我看他视频也就那样啊，最近好像人也不多呀。他跟你聊了呀，红肉就是猪羊牛这些，白肉就是鱼肉这些嘛。哦，这样我懂了，明白了。哦，这么回事呀。余辉你好，那咱们平时吃的就是红肉居多呗。他跟你说的呀，他咋说的呀？
我看他视频最近就那样，点赞也挺少的呀。但是他最近弄了三个账号在做，阿木西一个账号，然后他有两个账号，这样都在做。上个月你不是说表弟跟那个挣了好像阿木西跟表弟一个人分下来有个10000来块钱嘛，对吧？你说上个月，我最近我也没问他，我最近每天都在努力直播，也没时间跟他打电话。主要是我的作息时间跟他不一样，他每天睡觉睡得比较早，你知道吧？可能11、12点他就睡了，你知道吧？我属于是每天白天在睡觉的，这样我们俩的时差完全混乱了。说实话，跟表弟打电话干嘛呀？人家都睡了，估计这点儿。千夫你好，好儿子我的波，兄弟，我没必要去搞那么乱七八糟的。等会儿妈的心急没过，多难受啊，是不是？好好播啊，兄弟，做一件事情认真的做，从始至终做好了，不要老是搞那有的没的。你要空闲了想聊天吹牛逼，你下播打电话都可以，知道吧？卡奇你好玩 ，Oh my god， 还去年看老王做饭的吗？那对呀，我去年就播了没多久。谢雪落花飞舞姐姐的荧光棒呀，我做了两次回锅肉都没见到你，雪落花飞舞姐姐，真的。我是刚斗鱼就关注了，这是多少年了呀？七八年了呗，差不多。我这元老主播了，抱怨的老头儿。我朋友在你这儿上电视拿了2000嘛，你说以前抽奖的时候对吧？嗯，那时候是打比赛嘛，那会儿抽2000呢、5000呢、10000的抽，现在没有了。偶尔看看直播，听你们聊聊天嘛。好的，雪落花飞舞姐姐，你要哪天提前，比如说你明天想。对吧？你明天想学回锅肉，对吧？你明天可以跟我说，大概你告我，你说你多点看直播，那我多点开始做那菜，这样，然后呢，你就能够学了，这样，好吧？或者回头，哎，你我们俩有微信吗？有的话，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发教程，也可以这样，比较简单。表弟在某音做直播，表弟一月也能挣点钱嘛，但挣的不多。我听他说，好像听表弟跟我说，一月挣个好像是5000-6000块钱吧，这样。就是表弟说的呀，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表弟能挣钱我也挺开心的呀，就是大家都能挣就开心呗。毕竟我表弟跟我关系很好，就是我们俩都30年了，就不是说亲兄弟，但是可能比亲兄弟还要亲，就是可能他有困难了他找我，对吧？或者老王你那儿有没有钱，有呢我就转给他，这样。我们俩之间从来不会提一个什么借啊这种字，不会。我们俩30年了，从来没吵过架，也从来没说打过架啊或怎么样的，一次都没有。就是他平时像以前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就他家里可能给他零花钱怎么样，他就不花，他把那钱给他攒着，攒到了放暑假了，然后就来找我，那就把钱拿出来。他说：“你看我攒了60多，或者我说我攒了多少钱。”我们俩就拿这钱去买什么玩具枪啊，或者去买零食呀，或者吃啥东西啊，这样。以前那时候多开心啊，兄弟，有个几十块钱，你人都已经笑飞了，好吧，兄弟。你现在说白了，这个时代了，你说几十块钱那够个屁呀，对吧？可能几十块你都不想出门，说实话，你都觉得出门怪怪的，这钱太少了，是不是？以前那时候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没有啥要求，那时候手机都没有，你不会用手机或者电脑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你的唯独的娱乐方式可能就是像我们农村的小孩啊，可能就会去抓抓鱼啊，或者拿个弹弓去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或怎么样的。以前的小孩就这么玩，所以说没有花钱的地方。那个时候身上可能有个20块钱，你都已经觉得你很牛逼了，兄弟，好吧？欢迎 PIT 你好呀。你自己网络有问题，我这儿没黑屏，兄弟。晚风吹你好呀。所以有时候人年纪大了就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候呀。小孩子的笑是真正的纯真无邪的，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你说白了，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真正的笑啊，对不对？都是他妈的为了生活而笑的，假装笑的，对吧？我操，我小时候我妈一天给我5毛钱，好吧，老开心了，好吧，兄弟，你别小看那5毛钱，5毛钱买个2毛钱的炸洋芋，然后3毛钱可以买个3个那个冰块的那种，
就一毛钱一袋的，知道吧？就像冰淇淋一样，冻成大冰的那种。买点无花果什么的，对吧？我操，小时候的生活太美了，好吧？那个时候完全是生活，兄弟。因为你也不愁东西啊，你不会说你要买什么东西或怎样，对吧？你不会说你要考虑什么上有老啊下有小啊这样，你不会考虑这些东西，知道吧？你会攒两块五买一整包的辣条去卖吗？还有两分钟了，王心情如何呀？心情说心情有点激动，我心情老激动了。其实每天到十二点，说实话还是有点心慌的。十二点先别刷呀，暴雨啊！十二点零五分再刷，因为周榜更新它要十二点零五分才显示周榜，才显示那个星级任务，对啊。你十二点零五分再刷，你别十二点就飘了呀，十二点就飘了，等会儿任务过不去了。OX 你好兄弟，一毛一个猪耳朵吗？没有，没见过这个。我其实每天到十二点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说实话，真的有一说一啊，就是你其实有时候也会担心啊，你一星有没有人过呀，两星有没有人过呀，啊，三星有没有人过呀，这样你会去担心这个问题。然后我劝你自己过一星呀，为啥呢？哪儿自己过一星给斗鱼送钱呢？我操！欢迎零零八你好，哥你来了呀！12345兄弟你好。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挺开心的，说实话，其实直播这行业你觉得枯燥，可能你觉得每天都在惊险中度过，你知道吧？就是每天你都会有紧张、刺激或者是低迷的环节，然后呢完成任务你就很开心，知道吧？欢迎真的很忙，我叫安慕希他们来玩，他们又不来。你表弟安慕希最近在云南，说是山上去挖蘑菇什么的。他两人，我叫他们来，我说我给你们俩出路费啊，什么这个那个的，知道吧？他说老王，他说不想来。我说为啥呢？他说你现在礼物又不是那么多，他说我去吃你做的东西也好，或者来了这你给我给路费也好，他说我会给你造成压力，知道吧？所以说我表弟说他暂时不想来，他说等你哦特别稳定了哦，每天特别多大哥给你送礼物了哦，他说那时候我可以来，这样知道吧？就这么回事。欢迎那个陈法表兄弟啊，2018兄弟好。如果我是女的，绝对给你睡一次的机会啊！你算了吧，兄弟，你请好，请收紧你的屁眼子，好吧，兄弟。我直播间多少女粉啊？我一个都没碰过，兄弟，好吧？你自己数数我直播间多少女粉啊？我一个都没碰过，真的，不开玩笑，兄弟。就是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只要你去做了这个事情，万一出啥问题呢？对不对？是不是我皮肤不好，你看嘛，这样看皮肤就这样不好。感谢刘北席啊，欢迎雪爱上火你好。对呀、啊、是不是因为你的终极目标是江南妹子呀？滚蛋，他妈的终极目标江南妹子，我他妈还有终极目标呢，狗懒子不当人是吧？石井都好久没看我直播了，好吧？石井前几天来看了我一眼，看了然后他说我老王我睡了，他说我要上班呢，明天这样。石井说了，他老王那天你来南京，他说我给你搞一辆劳斯莱斯，然后我带你上岛上去玩，这样没敢去。他说你来了不用你花一分钱，所有的费用我给你报销了，这样。唉，那妹子还是挺有钱的，说实话，真的。有一说一啊，川蜀福建云南的妹子靠边站吗？你滚蛋吗？个逼的，一天的就你个逼，上次妈乱说，搞得我妈被骂了，我套死你猴子！谢叔爹的幸福券，谢谢那喵的八六叔选飞不？啊，想不想选飞今天？八六叔说一天的。中了很多个飞机吗？就是飞机啊，他抽的就是飞机啊。哦，祈愿问情给你。返场了哦，又返场了呀！今天有返场礼物，兄弟们可以抽奖了，好吧？一般般，切，一般般，一百一个嘛，那还行嘛。谢谢六二九啊，谢谢无名你好。叫祈愿问情，哎呀，这个礼物挺好，好看吗？长啥逼样啊？六二九也抽了，没中啊，没中，完了，你家六本没中，咋办呢？没辙。PSA 你好，可能我太黑了吧，没办法。欢迎希娜看海你好，
还有三分钟周榜更新，兄弟们等会儿都打个周榜呗，兄弟们啊，好吧，一会儿都把周榜打一下，打个周榜。甜心宝贝是谁啊？返场礼物是吧？抽多少钱能中吗？我给你，要不我给你赞助，有包不包？跟天使一个样。5000块钱的呀。天使便宜1块钱。5000块钱礼物呀、啊。嗯。那抽个勾吧，不抽了。这他妈一手就得花我80，我操！赞助点抽抽。赞助个勾吧，那绝对中不了，好吧？来，咱俩抽飞机。不抽。抽啥飞机啊？一天的喵的，十几块抽飞机疯了呀！谢谢陶显昭，谢谢，欢迎 WX 兄弟，你好，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咱们还是静静的猥琐发，因为为啥呢？因为今天12点前一毛钱都没收，知道吧，刘叔叔？到现在，对不对？我们的猥琐发育真的，我再给你霍霍两抽两，我告诉你，不是万一废了呢，是不是？那就不划算了嘛。二月你好，感谢苏的幸福券，谢谢，欢迎二七。火箭抽一抽也要18块钱啊，17块一次呀，对不对？说我点了挺多的嘛，肯定中了，点了100多了，这样上票了，没到点儿呢。哈利来了，哈利你85级了呀，我操，太行了，130个嘛，可以挺白的。雪飞，喵的，哈利呀，你还在那儿语音听呢？你现在，人家那个。昨儿韩寒来都说了，语音听说的，要没达标要扣钱什么的，全骗人的。算了，哈利我也拯救不了了，你自己玩吧，哈利，开心快乐就行了，咱也不管了，是吧，刘叔叔？嗯哼。欢迎那个夜雨深凡 ，BK 你好。算了，哈利我也不管了，哈利你开心快乐最重要吧，你就玩着吧，啊。怎么着味儿的舒服就怎么着来吧，反正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是不是？花就完了，好吗，兄弟？直播间那么多女粉，你就记得死紧吗？那放屁！今天随便聊，我家女粉都不在，一个都没见到，小雅也没在，小杰去睡觉去了，乖乖也没在，死紧也没在，宝儿估计也快睡了，对吧？倩倩还在，没关系。感谢暴雨的飞机呀、啊。你比我快，真的，谢谢你啊，鲍鱼啊，他们我都没反应过来，他就把飞机刷了。等会儿我先把人头抽了呀，兄弟们，好吧。今天周榜更新啊，大家有飞机火箭帮忙支点，好吧，兄弟们，帮忙顶顶任务，兄弟们，谢谢鲍鱼的飞机，谢谢鲍鱼的清晨第一色呀，我今天收到的第一架飞机，兄弟们，今天播了3个小时了，真的，真的。乐老子你好，欢迎 QQ， 兄弟们，12点到喽。周榜更新喽，宝儿得了一星过了，兄弟们两星一飞机啊，有的可以帮忙支一个，好吧，谢谢你们啊，兄弟们，两星任务一飞给兄弟们。二流子你好呀，谢谢苏弟的幸福券啊，二流子，我把人头过了，慢慢来吧，不着急，欢迎地先生呢。今天周末好像人少了挺多的，说实话，是吧，八六叔叔，你觉得呢？今天几个小姐姐也没在，大多都没在，黑了嘛，还好抽的不多，40块钱还好，问题不大，小问题又不多，抽的多的话就不划算了，又没抽天使就没关系，对不对？抽天使那给你铁亏，不抽天使就小问题。机器人你好呀，100嘛，但还好你刚赚了的嘛，对不对？今年经济不景气嘛，不是，跟那个没关系，好吧，有钱人多的皮包，兄弟，你开玩笑呢。我看到你抽的就是4手呀，点了4次的嘛。感谢 RY， 谢谢，欢迎狂暴石兄弟，帮忙过个2星吧，兄弟们，2星一飞机啊，有的可以帮忙支一个，有很大关系嘛。哎呀，那咋办嘛？自己查后台啊。没关系，也就黑100小问题，就当给我刷了，好吧？多大点事情呢？问题不大。你抽天使的才不是哐哐抽，对不对？龙哥你好，欢迎幻梦天太蓝兄弟你好呀 ，HHT 小可爱好。英雄联盟比赛打完了没呀，兄弟？打完了吗？大 F， 英雄联盟比赛打完了吗？搞定了没搞定呀？还在打还是怎么样啊？猴子实在不行道个歉吧，跪一下给谁道歉啊？没看吗？不好看吗？他们在好像在打比赛，说那个。GDG 在打比赛这样，嗯，现在英雄联盟比赛看的人也少了，真的。以前那会儿英雄联盟比赛看的人好多呀，
现在大家都不看了，现在料酒幸福券啊，料酒中火箭了没中呀？料酒啥中个火箭呢？返场火箭现在是对吧？欢迎龙溪，八六叔叔，八六叔叔，游戏太拉了嘛？也不是吧，我觉得其实游戏改版的太快了，说实话，如果改版的没那么快还好，改版太快了就没啥意思，对吧？游戏改版越多，大家都觉得没啥意思呀，也就是你换代太快了，玩家都跟不上你了，说实话。现在匹配都是些牛鬼蛇神，手游不都玩王者荣耀吗？要不玩那个英雄联盟手游呗，对吧？欢迎凉坑坑的，欢迎那个黯然你好，一不高兴就送人头挂机啊，这么变态的吗？我操，真变态，戾气太重了，这帮人，正常的。还好我从来不挂机，真的，我觉得挂机太狗的这种行为。我宁愿说输了我都能接受，但是他妈的挂机我真接受不了，说实话挺烦人的，说真的。等会儿你玩，老子立马给你封了，妈的，说我们家输爹坑他喵的360逼懒子，一天的谁都能提，妈的说我家输爹他妈的滚蛋，逼懒子一天天的花里胡哨的，一天的妈的，虽然没骂人但是必须给你拿下。喵的 DNG 你好兄弟，飘了一天天的，看他们看一半吧。闲的，欢迎那个心累你好，毛球兄弟来了，必须给他拿下，不拿下我心里不舒服。嗯，这人有点闲的蛋疼，说实话。走 PK， 八六叔选飞一句，来过来坐着，八六叔叔走，选飞，他喵的。我们就框对面大哥去，好吧？天眼天下好，叫对面大哥框过来，喵的！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个道具，小姐姐你好。好。玩什么？学霸。中毒扭腰吧，学霸再说啊。我踩单车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你开心就好啊。来，下面说，快点，快点坐着。谢，感谢我们家大 F。大 F， 你不在玩游戏吗？等一下，来坐好，坐好，坐好了，我给你准备了个道具，今天好吧？别慌嘛，马上给你看嘛。上来就没了，他们没了，让他起来，快点，快点起来！我们家大 F 上吊了，你开玩笑吗？来，坐着嘛，你坐着过来，过来，来来，我们家榜一大哥，你开玩笑呢？来，对对。